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九饼。今天去接小七放学的时候，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小七的幼儿园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个联欢会，然后小七被选中为当这个小主持人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但是这个主持人是负责串词的主持人，然后这个串词有的地方挺难的，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他背这个串词。他现在是4岁多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不知道他到时候会不会紧张，会不会怯场，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在家锻炼他，还给他准备了一个主持人的衣服，一会儿你试试啊，好开心呢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在当天都有节目，然后光服装就有4-5套。你现在穿的又是哥哥的衣服啊？不是，哥衣服在那啊。小安也有节目表演，他表演一个什么小老虎跳舞的，应该是。这个是我给小七选的主持人服装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就是裤子有点长，因为他现在胖嘛，选的尺码大，裤子到时候给他改一下。那这个是你的小话筒啊，刚才我跟他一起读了一遍第一句词，你现在背的怎么样了？咱们来练一练啊。嗯，第一句是什么来？天地间。天地间，一柄剑划破了青天。看我泱泱华夏，一撇一捺皆是脊梁，随音乐而动，在唱词中起舞，请欣赏舞蹈肖。妈妈跟你说，主持人是要为了让大家能听清你说话，你不能说话声音小，也不能说话特别快。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，不能太快了，你要慢一点，声音洪亮一点啊。天地间一柄剑。天地间一柄剑。再声音大一点啊。天地间一柄剑。天地间一柄剑。划破了青天。划破了青天。看我泱泱华夏。看我泱泱华夏。一撇一捺。一撇一捺。皆是脊梁。皆是脊梁。随音乐而动。随音乐而动。在唱词中起舞。在唱词中起舞。请欣赏舞蹈肖。请欣赏舞蹈肖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你在站的时候啊，你要瞅着台下的观众，不能瞅别的地方，眼睛要目视前方，记住了吗？先把衣服换下来啊，这个衣服到时候留着，等到表演当天再穿。你瞅你小弟忙的。我就跳舞啊，你也跳舞啊，行。到时候小安跟小七都有好几个节目，我们会录视频给大家看。然后我要继续监督小七背词了。大家好。